景都建设机构深耕桃园20年，以诚信建立品牌，提供优质售后服务，赢得众多消费者的信赖，许多已成为景都建设的永房客户，皆是由大换小，旧换新开始，甚至不少人选择景都作为下一代的置产首选。景都建设机构创立到现在20多年，那我们一直致力协助年轻人购物，所以景都以挺青年为原则，然后有很多的挺青年的一个方案。景都这边我们有永久保修，包括我们现在交屋10几年到20年的这些住户，我们还是在做保修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有一个专门维修的部门来去做对客户的维修服务。景都建设机构一直以来深得年轻购屋者的喜爱，专注打造高品质的首购和换屋选择，提供符合人性化需求的宜居好宅。特别在地点选择上，景都一直以精准著称，擅长在从化区打造地标住宅，让品牌在市场中脱颖而出。桃园现在呢，目前来说它算是6都里面年轻人口增长最多的一个县市，那所以其实基本上呢，在近年的话，因为双北的房价也一直不断的攀升，所以其实基本上呢，陆陆续续的双北的年轻人都往桃园这边来移动。年轻族群购物的话，我们会建议，当然是因为现在的房价大家也会觉得说相对的比较高一些，会建议的话当然是挑一些比如说首付的部分比较轻松一些，然后或者是付款期限可以比较延长的一些案件来挑选。景都建设机构在桃园中路、大有特区、客运特区共推出7大建案，中路特区的景都米兰全新完工，立即入住，规划边间大三房加平面车位；桃园大有特区的景都剑桥，采精致规划的国际活氧智慧宅。桃园客运特区分别有景都文华、景都爱美、景都励志、景都凯悦、景都未来城，锁定首购及换屋族，有着亲民总价以及低首付的优势，又能享有完善的规划及高规格的建材。为了让更多人可以提早圆梦买屋，景都建设机构7大案联合推出百万购物金、百万名车、百万家电3大优惠，让小资族、小家庭以最轻松的门槛一圆成家梦想。